国书法的发展到了宋朝面临极大的困难，因为唐以前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各体兼备，突破前人樊篱实不容易，加上五代政治纷乱，文物破坏殆尽，珍贵书籍散失。所幸宋朝历代帝王均重视文治，爱好书法，尤其太宗亲命大书家王柱将宫内所藏历代名写墨迹编定摹刻，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淳化阁帖，凡是文武大臣书风大开，名家辈出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蔡襄、苏东坡、黄山谷及米芾，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宋朝四大家。他们最大的贡献是突破前人桎梏，开创创意书法的风格。现在让我们为各位一一介绍他们在行书方面的成就及立下的典范。蔡襄，字君谋，宋代兴化新游人，是宋代名臣，其楷书源于颜鲁公，行书出自二王，主要行书作品有《陈兴堂之帖》。此帖是君谋52岁之作，今存故宫，字体端庄古雅，行楷混合，折锋多，有智勇余韵。至印有尺牍，字体严整，字字独立，用笔厚实，平正古雅，今藏故宫。至杜君长弓尺牍，又名杜君帖或离都帖，是在心情烦乱中书，笔意中流露悲切感伤，大小参差，偶相连绵。至歌才成帝尺牍，是君谋行书中亲历秀丽代表作，又称山居帖，笔画纤细，行间宽绰，较前三帖转多于折，畅快淋漓。综合蔡襄行书各帖，可归纳下列几种特征：一、用笔使用泼笔方法，清晰典雅流畅；二、起笔多陆风，收笔较圆浑，保有二王及智勇余韵；三、结体饱满，多取象式；四、行款中规中矩，左右飘动不大；五、严守古法，少自创笔意，在上意书法中最为保守。苏东坡，字子瞻，宋眉州眉山人，是一代大文豪，其书法虽受二王、鲁公、北海及杨疯子影响，却能挣脱法度，追求自然。主要行书作品有《前赤壁赋》，48岁所写，当年东坡留哲黄州，力学鲁公，笔画渐趋丰厚，不白宽绰，结体依斜。至季长尺牍，又称一叶帖，上下字句紧凑，行间疏朗，字与字间有连有断，大小参差，最后季长两字放大拉长，取神龙摆尾之势，有突然放松效果。笔太白先试卷，其字左倾右斜，起收藏露互见，粗细相间，或大或小，天真浪漫，整篇由缓而速，趣味天成。黄州函州诗卷堪称东坡大行书代表作，有乾隆皇帝、黄山谷、董其昌、罗振玉书跋，其字由小见大，结体扁斜，年中为止寻真拉长，松紧致如，疏密交错，可谓出神入化。东坡行书
归纳起来有下列几个特征：一、用笔上是法自然，正彻兼施，折锋多于转锋，强调左撇、横画及悬针；二、结体大多扁平，伸展左下角，强调右上角，重心偏左，呈菱形斜侧；三、行款大小参差，轻重互见，字的重心虽偏左，气脉却能上下贯穿；四、特殊笔法，礼、海、心、清、画、量、小、美、惨、轮、经、长、笑、哭、特殊结体、眼、知血暗中。喜、死、虚、有、黑、黄。黄庭坚，字鲁直，号山谷，宋洪州风云人。书法学周越、东坡、张常始、怀素，于黔州期间由黄龙山悟草书勤纵之法，独创山谷体。其重要行书有《至立之臣奉尺牍》，是山谷留存书法中颇折最少的一幅作品。王史二世墓志铭稿《小行书》，因系粗稿，修改颇多，前者字较大，后者字较小，皆自然流畅。三分格诗卷《大行书》是山谷流传最广的一件，结体奇巧，笔画交错，伸展左撇右捺，强调波折律动，组成分明，是山谷行书代表作。东坡黄州寒食诗跋，此跋与东坡寒食帖相互辉映，被誉为苏黄行书双璧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东坡诗书的赞叹，较之三分格诗卷，用笔圆浑饱满，笔墨诗造相间，体式斜正互见，实佳作也。山谷书法主要特征有：一、使用中锋古法用笔，强调波折律动，起笔圆，收笔顿，伸展主要笔画，特别是撇和横；二、字之结体，中心紧凑，手脚舒放，体式左倾右斜，强调动态美；三、章法上使用大小参差法，左右分章法，近造分贝法，中心移位法，字句紧密，行间宽绰；四、特殊笔法，乌、叶、金、泉、坡、喜、酒、禅、意、三、鸡、喜、风、沉、寒、亭、台、史、赋、集。特殊结体，四、强调重心摆动；道，强调笔画流动；为，强调造型的特别；台，强调中心移位；此，强调扁平；归略，故意向左扭曲。东坡
亦作羊肉，是山谷最普遍造型，也是最大特征。米芾本名芾，字元璋，生于仁宗皇佑之年，卒于徽宗大观元年，享年57岁。潇洒自若，因好古成癖，喜着唐服，戴唐帽，招摇过市，所到处吸引围观，行径惊世骇俗，人称米癫。书法早年传名，兼善个体，行书尤佳。他的主要行书作品有《调息诗卷》，是米芾38岁应湖州临溪之邀游览调息所作。此诗卷丰腴严美，前五行字大，六七行字小，其余大小参差，笔势要动，使米书加构。《蜀素帖》为38岁作品，今藏故宫，行间限格，笔法受尽，法度严谨，字字独立，却上下连贯，左右呼应。致葛均得臣尺牍，现藏故宫，是米芾得意之作。此书婉转圆熟，行笔流畅，偶参草字，特意古雅。宋高宗称其字，沉着痛快，如乘骏马，骏退韵如。致窦先生尺牍，又称清河帖，字数不多，为行笔流畅，造型特殊，笔画精驾，饶富创意，书法境界已达画境。米芾行书主要特征有：一、用笔上方多于圆，转多于折，与东坡不同。除点捺之外，大多起笔重，与蔡襄刚好相反，收笔轻。二、结体上大多上重下轻，重心略向右下倾斜，与东坡山谷不同。三、行款强调浓淡虚实，行间较宽，上下连贯，却未做太大摆动。四、特殊笔法，来、水、彩、卷、蓬、风、转、明、有、行、声、特殊结体、团、雪、礼、句。右上角拉长，使原本四方形的字更有变化。对、身、下，重心多右下倾斜。发，字多上重下轻。香、风、为、宝、席。综合宋四家并与晋王羲之及王献之书法比较，可以发觉上印书法与上印书法之不同在于：一、上印书法重视神采表情，上印书法重视动作趣味；二、上印书法比较温润优雅，上意书法比较书放夸张；三、上意书法使用平铺用笔，上意书法善颤动笔法；四、上意书法强调自然节奏雅趣，变化于无形；上意书法强调大小参差，明暗诗造对比，变化于有形。